gezurk nesuyate ekrimon golunu tagamin etege kes zayata erdelan tonlu gimin湿地了，那它为什么称之为是亚洲第一呢？首先，咱们所看到这片湿地的总面积啊，它是156.31万公顷，而我们眼前的这一块呢，是它的核心区面积，核心区面积呢是12.6万公顷，也就是说，咱眼前的这一块还不足它总面积的十分之一。那么呢，它是亚洲木本类湿地当中面积最大的一片湿地，目前亚洲保持最完整。
没有遭到任何破坏，以及物种最丰富的一片湿地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湿地的种类是比较多的，比如说有红树林、沼泽、泥炭、水域地带，还有芦苇荡，它们都是属于湿地的。那像杭州的西溪湿地呢，我们大家都听说过。西溪湿地呢，它就是以沼泽为主的草本湿地，而我们眼下这片湿地呢，它是以灌木为主的原生木本湿地。它踩下去呢，不会像沼泽那样会陷下去的，因为下面的树木都是属于灌木丛的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看这条蜿蜒的河水。这条河呢，它就叫做葛根高乐河。蒙古语葛根高乐就意味着清澈透明的河水。只是这些天我们这边经常下雨，所以呢它比较浑浊，平常呢是清澈见底的。那这条河全长啊是428公里。这条河呢有个不同之处，我们大家可以观察它一下，就是咱们中国的河水呢都是自西向东边流淌的，那么我们看这条河的流向啊，它是自东向西边流淌的。那是因为它东边呢有高高的大兴安岭以及其山脉，地势呢就形成了东高西低。那这条河最终啊就在黑山头境内四卡以北12公里处，它融入额尔古纳河，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条天然的中俄界河，它是额尔古纳河的一个重要支流，也是这片湿地的灵魂所在了。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